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人工电鱼湖里，电鱼米里。啊，对。看吧，那手中拿的是叉，往那每一个窑，然后往窑里点那玉米，这是人工种的，不是机械种的，机械化的。这有完有这，这个地块小，知道那种机器了，就人工了。看，一个个点那窑，用叉，这是叉，手里拿的叉，你看。用叉点一个窑，点一个窑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估计有吃完有一扎圆一个，看一下啊，点好嘞，啊，一扎圆一个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看这看到没有？这个正在点玉腐嘞，看嘛，点玉米嘞，俺家叫玉腐，看嘛。玉腐是半个月的，有毒，是吧？玉腐籽儿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如何点的啊。看吧，一个窑，一个窑里点两个，然后用土埋一下。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一个叉，挖窑，另一个是点。紧密配合啊，是吧？我时间长腰疼。那都不容易，老百姓种地不容易啊，你不？你没当官的，你讲啊。这是刚下班，昨天下班一天雨了，今个正好趁地湿。在玉米里搁这儿，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。这有半亩地，要弯得弯一上午，弯上午够累的。来看这个丢玉米的，看一下吧，一个窑点两个，是太阳那子马上都出大，上还热嘞，怎么这个玉米是红的，半个月了，可累的慌。那都不累了吗？晚上腰疼的吧？这半亩地讲过来，我也累，这累鬼人不是我。这领地不是这阵子啊，还有嘞。还有嘞？你哪还有领地？我领地的地，这本本还有二分呢。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点下关注哈。我们会拍摄更多关于农村生活的这个视频，谢谢大家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在不远的地方也是在点玉米的，这是小块地，没不管用机器，对面也在点玉米，你看。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下这个晚上联合收割机在济南的收割。这个收割机白天已经工作一天了，这个师傅呢也没有休息，一直在收割。看一下啊，这个师傅也挺累的，现在一直在收割。现在晚上是大概有七八点钟吧，有八点多了，八点多钟了。收割机也在紧张的收割，为了挣钱没有办法啊。现在晚上已经八点多了，八点四十了。
看一下啊，怎么样？都是炸，看一下这手咋的？手指力高。这是司机。这个轻的，必须的，不干眼乱，厉害，轻多，走两道。人别停。越约会越好，是吧？这不是约约，他这买回，这是。对呀，看来你直接明了，咱两个了。我吃完了，啥时吃完你跟他吃的？有几个眼来？看一下啊，累一天了，看吃啥东西啊？啊，啤酒，哈尔滨啤酒一瓶。终于捞出来玩，俺不吃，俺都吃饭了。你要是叫海洋那个网络红人肉，还感谢你。不然买啥了吗？没有。这炒了鸡蛋。点了鸡蛋。等一下，你该吃，你吃你的。那锅没刷，它鸡蛋那黑啊。打的那个自然肥。哦，它自然肥啊。拉卤锅子呀。你这要是白毛巾都变成黑毛巾了，你这是红毛巾吗？你也不要这里现在啊，这还放鸡蛋？吃个鸡蛋补补。太大了。你看累累的。把车停了，还浪费油啊。现在小王班的油掉。走，不要。煮菜也得。别煮啥？你别光给他拿账的，别光想吃鸡蛋面的，这也给他弄弄个素质。捡了鸡蛋。鸡蛋挑黄瓜在那边。挑个黄瓜，挑个青的啥的。这个西那西大黄瓜叫他吃的不一样吗？还解渴还当饿。也干了他不吃。这不是买的黄瓜可吃。吃完。没有那人吃。看我跟你说，你拿个黄瓜吃还想渴还当饿。拿四斤黄瓜。你要天天上午热的时候，要那个黄瓜搁冰箱里放着，给他拿来就一起给他吃。哎，对，冰镇黄瓜，冰镇西瓜也可以。天里边希望是斜的，这就是加温了。再看一下啊，干一下活了，都吃这个。鸡蛋就啤酒。都让他们热干一下活，吃啥也没有味。哦，那上午也吃了鱼。哦，热，上午热，俺48度里边，你想受得了？我喝水。水是肯定必不少少的。你还别。开别喝那的都是。现在晚上已经快9点了，估计得干到10来点。白天温度达到48度，太热。也就活动了的。对。我也在。干到12点差不多。那个服务员。大家好，刚吃完饭，又上去又喝了一瓶啤酒，吃了煎的鸡蛋，吃了几片煎的鸡蛋，又开始紧张的收缩起来。看一下啊，这个麦很脏的，你看灰尘很大的。现在晚上已经9点多了，为了挣钱，说实话真的不容易。反正苦也就苦这么几天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请点一下关注。我们会拍摄更多关于农村题材的这个生活的视频。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都给我们一家关注啊。我们拍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改正的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麦，是麦子收的很快啊。晚上因为天气比较凉快，所以收的快一点。机子发热量也没那么大。如果是白天上午的话，这个发热量挺大。驾驶室里边那个温度啊，达到48度，必须得休息。所以大部分都是晚上作业。来看一下啊。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那个0零散散的那个灯光，全部都是联合收割机。这边是我们的村子，已经是大概是晚上了，已经看不见了。
这边是我们的南边，南边你看，这003的灯光全部都是联合收割机，正在紧张的作业，因为晚上比较凉快，所以这个晚上的收割作业比较多，你看吗？好多联合收割机，看吗？看吗？003都在作业，看吗？好多，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温度是快30度了，这个小风扇还在转。晚上收麦比较凉快一点，上午收麦都是达到这个价值室里达到将近50度，48-49度。现在坐在里边还是不是很热啊，没有外面凉快。它这个灯光打得很亮，现在就是晚上在收这个小麦。来看一下啊，现在已经快10点钟了，我估计收到我家小麦的时候没有11点，也差不多12点了。辛苦了，还得熬夜，因为白天太热，机器受不了，人也受不了。晚上凉快一点，收的相对快一点。来看一下啊，对面有2辆车子，在收，也是联合收割机，也在收小麦。